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刘大强，今天很开心来参加Gucci 秋冬的发表。然后我觉得这一季很重要的一个重点是，男装来说，我非常喜欢他这一季，因为他恢复了Gucci 以往比较奢华 dandy 的风格。然后我蛮喜欢他这一次的晚装，因为充满了有一些摇滚的风格在里面，包括比较特别的领片的设计，还有一些窄身的裤管的设计，都会让人家感觉到是比较奢华，然后比较有点摇滚味，然后非常的贵公子的风格，我还蛮喜欢。然后这一季的单品我还蛮推荐，是有一个是手拿式的公司包，可是它可以变成是长的。